我是陈杰宪，要做就做到最好。我是苏志杰，为明天做好准备，就是今天做到最好。我是李南可，做好准备就该你上场。担任国民法官，我会做好准备。担任国民法官，我会做到最好。一起来当国民法官，让司法更好。2023年1月1号，国民法官，该你上场。